华哥，有个事情找你帮忙哎。啊，你说嘛。我那边赶工期，帮我找20个工人，400块钱一天，这逾期一天好几万呢。哦，那我帮你问一下喽。啊。喂，小薇啊，我兄弟这边赶工期，需要20个人做事，忙啊。哎，兄弟能不能帮个忙啊？啊，抽点时间过来帮我赶一下。啊，好的好的，那我等一下把电话和地址发给你。那就辛苦兄弟们了。嗯，好，办好了。但他们这边做事啊是10点一结，应该没问题吧？还没问题，钱到位。行，华哥，那个邓总靠不靠谱啊？怎么了？不是说好的10点一结吗？啊，现在20多天了，我前前后后问了好几次了，一直拖着不给我们了。这样啊，可能是遇到什么事了吧？你放心，明天全部给你安排到位。好的，谢谢华哥。嗯，铁蛋啊，最近遇到什么困难了？哦，华哥来了，坐。这我刚提的辆新车，晚上留下来吃饭，一起庆祝一下。恭喜哦！哎，那小薇的工钱呢？那个是哎，我正想跟你说，下一批工程款下来了，我一起结给他们。之前说好了10点一结啊，我听说你还差13万没给别人结啊。那不急嘛，我给你推荐一款游戏，保证你喜欢。什么游戏哦？这里面呢有很多小时候的经典回忆，点击左下方下载《物贩游戏厅》就可以一起回忆童年了。哦，那我等一下下一个。就那些兄弟们出来做事啊，都不容易。咱们说好什么时候给就什么时候给。如果你确实没有，我这边刚好带了12万，先把工友的工资发了。华哥，我又没说不给，这拖几天怎么了嘛？小邓啊，我也是把你当朋友才找人帮你做事。我那兄弟们也很忙啊，他们也是抽时间帮你来赶工期，他也是把我们当朋友当兄弟，对不对？我发现你为了那些工人呢，一点情面都不跟我讲哎。一点情面都不讲是吧？没有那些兄弟们，你能买车吗？没有那些兄弟们，你我啥也不是。你现在就给钱。好，得，好，给就是了。哎，财务，你现在给小薇账上哎转12万。啊，对，就现在。喏，小丹啊，我给了你比面子还重要的东西。什么？脸。这人生啊，多少真心被辜负。